中兴兄弟下半季第一场比赛踢馆富邦，黄山军投打俱佳，郑凯文六局只失一分，优质先发詹子贤贡献三分打点，林志胜敲两支安打都是功臣，朱振蒙向下半季抢下开门红。其中大师兄除了称职扛起指定打击，场外也有可爱的小故事。2014年开始登上中职一军舞台的林志胜，目前生涯累计287轰，距离张泰山289轰联盟纪录逐步进逼。豪迈的强打之外，幽默搞笑个性也让他不管在老牛、老米狗或者中信都累积了许多球迷。有趣的是，这圈粉可是圈到了不同领域。男篮年轻一辈的射手谢亚轩也是他的球迷之一。我现在真的太紧张了，我在讲，我就是很崇拜大师兄。哦，真的，对，你放轻松一点，你放轻松一点，因为我也很紧张啊。我听说你今天签约了。对对啊，要加油，签下去就是职业球员。还有，不要去在意，不用去在意那个网络跟你讲的什么，因为我被骂的更多啊，我不习惯。他进来职业的时候就发挥你的长处，因为进了职业，有很多东西你都要以身作则。对啊，不要像我这样风风雨雨太多，这样会有点辛苦。你好腼腆啊。我真的，我有点快腼腆了。就我在去查你的资料的时候，哦，谢亚轩，22岁，蛮年轻的，给你可以叫一声叔叔了，因为我已经大你17岁。谢谢大师兄，就是抽空我，跟我直播。没有，我准备很久，从昨天晚上准备到刚刚，所以我没有抽空，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聊天了。亚轩加油，亚轩加油。谢谢。哎，要拜拜了吗？志胜以先輩的身份提醒，不要在意网络上的酸言酸语，鼓励谢亚轩专心投入训练和比赛，好好享受篮球生涯迈入职业阶段的全新挑战。我来提讯上张宏华军综合报道。